小哥，这是我们家的大王。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奇为什么狗狗会吃诺食？一般老人都会说狗是不吃诺食的，但是我们家大王呢，他特别喜欢吃玉米，以及跟玉米有关的一切美食他都特别喜欢。然后他从小呢就是喜欢啃那个小的那种玉米，然后现在我们平时做像糯玉米粑粑呀，还有玉米粒啊，他都特别特别喜欢吃。你们喜欢吃玉米吗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哟。拜拜。